各位早晨，欢迎收看今早的天气报告，我是蔡振永。公快船正是覆盖住华南，预料今天都是一些阳光骤雨的天气。一起看看外面最新的气温，今早各区温都是介乎在26至29度的。而大范围的卫星云图上面可以见到，虽然在香港以西的广东西部沿岸天色都不错，但要留意的是在我们的东边有一道云带正是覆盖住的，而呢度雲帶咧，正係慢慢咁樣向西移動。預料咧，今日我哋初時咧，雲量仍然都會比較多。而一齊睇下今日最新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最高氣温咧會上翻去到33度。稍後咧，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嘅噃。風方面係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咧係仍然生效噶。大家一定要繼續防暑。而至於嚟緊幾日的天氣情況，我哋可以睇睇電腦預測的風場預報。從風場預報上面可以見到未來兩三日咧喺廣東沿岸的風勢是比較微弱的。要注意的是咧，喺風勢微弱的情況底下咧，高温很容易觸發一些對流發展，日間咧會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噃。所以展望方面，預料未來兩三日是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噃。好啦，今朝早嘅天氣就講到呢度，再見。